跑，小楼还没跟你算账呢。别闹了，小楼不见了。什么？现在解释不清楚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一定要尽快找到小楼。兔子，你再忍忍，到了集市就给你吃的。没什么可怕的嘛。真吓人。哇，好大的糖葫芦！原来是糖葫芦精，救命啊！跟紧点儿，这下迷路了吧？是谁离那么近，差点被发现的呀？怪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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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怪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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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！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哎。本来还想放你一马，现在想不抓你都不行了。好吧，可是我现在好饿，能不能先给我点吃的？没有。大晚上吃东西容易长胖，走了走了。叽叽叽。我不是小楼，我不认识你，也不认识兔鸡。咦，咦，啊，为什么偷偷跑掉？我能照顾自己的，我想让哥哥轻松点。我走了，坏人就不会找你了。笨蛋，你走了，我更不轻松。小楼，咦。走吧。